说的，活下来。凭什么呢？活下来。这个三条鱼尾又是照样板，我才会上当。这个一条梗我不要，我要这个，谁能免住这样的诱惑？凭你的智商跟我斗？你那么蠢，我看能想什么好菜。很小啊，好菜肯定在后面。看我的，这个竖着我不要，我要吃鱼，点点有鱼。四条，不就几条干巴巴的鱼吗？有什么好张扬的？应该不上。哪里？妖花！哇哦！六一儿童闭嘴！没想到，活下来。这个地方风顺，留给下一位。这个四季平安，留给大家。我要这个六六六大顺，六头包，六头包，六头包。你真是个二百五，想到香菇那么高兴。你先别吵，有人。香菇什么好吃的？到我了，这个四季平安就留给大家吧。我要这个一帆风顺。海鲜，海鲜，海鲜！哦，哇哦，好大一块肉哦！哎，好大一块肉哎！正常。哎呦我的妈！又又又！哇哦！饭点兄弟，四兄弟就让我上来。这个大号，四兄弟就让我上来。这个饭估计只有白米饭。What? 这个点一丁点不够吃，我要这个兄弟五湖四海皆兄弟。大块肉，大块肉，大块肉！够兄弟，把叉的起来。我不下地狱，谁下地狱？好听，这个饭我又不是饭桶，我不要，我要这个点少少点、啊、红烧肉，红烧肉，红烧肉，关关龙虾丸，哎呦，又不是没吃过。啊，真香啊！兄弟啊，到我了，龙虾、螃蟹、龙虾、螃蟹。关灯，打开！哇哦！开篮子，接着要海货。闭嘴！我什么我？我先来。这个螳螂捕蝉，黄蟹在后。这个扇贝壳，空有外表，我不要，我要这个一把须。嗯？关灯，扇贝在我这里。哼，又不是没吃过。吃不到葡萄，说葡萄酸。真香啊！这个扇贝被你吃的，这可能是空的。我要这个皮皮虾。哪里？还有个皮皮虾就不错了。有人。我们的选啦。论什么论？我先来。这个一堆白须，这个一堆红须，我不要，我要这个两个叶。嗯？都说要我先来，智商又不行。你行，你个二百五。啊，
好珍惜哦。哎呀，这虾头闻这么香，看我的这个一把白须，你不要，我也不要，我要这一把红须，红的发紫的。做事不要看表面，我这虾头不香吗？有人。这个风不会是鸡屁股吧？ What? 我吃腻了。这个三条又不是打麻将，我不要，我要这条鱼，年年有余，鱼大鱼大鱼。哈哈哈！说了让我先选，你还不信？幸好我帮你选的，不然就是你的。哪里？哦属牛的吧，炒了可那么香。到我了，这个凤还真有可能是个鸡屁股，我不要，我要这个三条。嗯，咦，喂，咦，哈哈，三条大香肠，不就像那热狗吗？但是，有人。哈哈，原来是五爪金龙！哇哦，天意色，哈哈哈，我先来。凭什么？一边去，我先来。这个一一帆风顺留给你们。这个色色字头上一把刀，我不要，我要个青，做人要清清白白。青瓜、萝卜，哇，还好不是洋葱，那也好不到哪里去。不在我这里，就在下一个。腐竹有什么好吃的？看我的这个色，我也好怕，我要这个一，做人简单点好。肉肉肉，哈哈，原来是虾，天天戴个墨镜，你眼瞎？哎呦我的妈！思想太龌龊了。哪里？龙虾、螃蟹。